回家的时候他过马路，然后跟我说被选中了。第一个就想到的是他，而且他可以给我一些支持。感觉有点难过。那现在我们觉得我们做朋友会更好一些。我不是合适他的对象，他也不是合适我的对象。我这十年忘了好多事儿，他们记得特别特别特别清晰，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全忘了。又到了深夜来临的时候了，下面呢我们要请入两位观众。一位观众呢是来自意大利的朋友，一个呢是曾经在广州生活过的女孩子。接下来我们有请他们。巴拉塞拉塞纽里，你们好，你们好。哎，就感觉要像那行为艺术家对视是吧？对视十五分钟，我们这次。所以你们怎么认识？他要采访一个人，我愿不愿意收到一个采访？是一个学术采访，然后我们就认识了。嗯。哎，你会唱意大利歌谣吗？可以唱，Quando sei qui vicino a me。Questo soffitto vola non esiste più。是关于什么这个内容？我来猜一下歌词，我翻译一下：两个人手牵手，经过一条河，月光洒在沙滩上。没想到你意大利语也这么厉害的。然后有一棵菠萝树，穿过一条丛林，到达城市的尽头。OK。原规正传，你的名字叫Emanuele。你的名字呢？大哥。Welcome to Beijing. A song about your love. 我不知道该如何，我也忘了要说什么。 It's time to say goodbye. I will miss you. I will miss you. Maybe next day we together go to the KTV, sing a new song. 也不是一个伤心的故事，对吧？那我唱一首歌可以吗？在这里。如今外面的风刮得像稻子一样的锋利，我在这里为你唱着一首动人的歌曲，可你感觉不到我那卑微的心跳。随便说了一句，就让他变得你还好吗，跟他们爱情很像。今天没关系，辛苦。我都没有卸舞台妆的，没事吧？看能不能太恐怖吧？没有，好漂亮。好，能问你女儿的名字吗？我叫杨梦涵。哇，好漂亮的名字啊！应该是飘在云中的那种仙女。看节目里看那个女神合作赛的时候，然后讲到孩子的事情的时候整个人在发光。因为他在给我光啊。我现在特别傻，我现在才4岁，我都开始翻他那刚出生的时候照片了。那你怎么样啊最近？我现在好多了，我现在康复了，算是临床治愈吧。但是我就想，假如说这个病20年后会复发，那我这20年我到底要做什么？
我静静看着你的呼吸，你的呼吸，我的世界只有你。为你找到了勇气，所有勇气，我会永远保护你。就睡吧，宝贝睡吧，祝你梦幻永远充满了光。就笑吧，宝贝笑吧，当你慢慢睁开美丽的眼睛。在你出现的那一刻，我才终于找到一生的挚爱，才明白我执着的快原来一直在你笑容里存在。 This is why I need you, I need you。上次见已经也是在工体，记不记得？工体咱们吃饭，老工体。二十年前的十月份，第一次看你演出。你要上大学吗？对，我上大学。东北大学吧。东北大学是零六年，我不在写新闻那会儿，应该是2013年。然后我是2013年结的婚，然后现在又10年，多快啊！挺魔幻的啊。对。那我们唱《恋爱》这首歌吧。好好好。专享专享
没有就是给一个人唱过歌吧？应该是没有吧。嗯，是吧？可能会给孩子唱。对，孩子吧。有了几个？一个。挺好的，但是你还稍许瘦一点，最近吃的不错。中年发福了。家庭生活如意啊。我先挂下了。我们是一个有微信的熟人，但又没有达到特别熟的程度，就像那个歌词里边，就是告别就像昨天。然后大伟说那个我们在三里屯这边吃饭的时候，我真的完全忘了我见过他们之前那个人了，我这十年忘了好多事儿，就完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但是我跟其他人见面的时候，他们记得特别特别特别清晰，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全忘了。Do you have anything that you want to ask me? How do you think about our being friends? It's good. Because if we were still in a romantic relationship, we have to deal with lots of things, some of which we cannot deal with well. So it would be much better being as friends, I think. 我们不可以一起唱歌。And then she asked me, Do I look alright? And I said yes, You look wonderful tonight. How do we do? What do you mean? Like we hold hands to say come on to each other like this. Yes, like good friends. 治疗完出院的时候，我当时有想过，我要写一个抗癌日记，我到底在为什么而活。所有的前面的35岁可能都在听别人的，小时候听父母的话，嫁人了以后听老公的话，然后呢现在就是一直在养家糊口，每个人一个表情说你别去了，我可能就算了，其实就忽略了自己。第一次有人给我这样唱歌，完全沉浸在他的声音里面，然后特别是他唱到说找到我一生的挚爱，就特别共鸣，因为我真的是从生病以后才觉得说他才是一生的挚爱，其他的真的不重要。你不要好了不生气，你亲我一下。就我们那个时代喜欢痛痒的人都走散了，然后我今天来的路上说想起那个同样那个歌词，不要被他们打败。那这个他们可以是具体，可以是抽象的，但是如果你要是屈服或者是接受，那真的就没有意义了，还不如那一定得站起来。开心又不甘心，突然默默一宿，只是游戏在在乎。